原来在背着我藏好吃的。老公，给你泡米线。我吃米饭也行。果然有猫腻，我看你能不能忍住不吃。哦，这味儿挺好，给我吃一个。要吃自己泡去。自己泡就自己泡。有戏。机会来了。果然藏了这么大个鸡腿，你没想给我吃，我也就不给你留了。不行，他又回来了，我赶紧先给他物归原位，不能让他发现了。好了，好，叮叮叮，有骨头，我就放心了。好险啊，差点就被他发现了，我得快点吃了。汤特别鲜，汤汁浓郁。姐妹们，我吃的是这个香菇鸡汤米线，汤汁很鲜，米线特别顺滑，而且还是清真标的。不想做饭的时候呢，开水冲泡几分钟就能吃，一桶呢才合2块多钱，特别合适。不想做饭的时候或者当个晚餐当个宵夜都可以啊。你们吃不了辣的都可以去选择这款鸡汤米线，想吃的姐妹们拍一单尝一尝吧。吃饱了。我慢慢吃。那你慢慢吃吧。嗯。啊！这啥呀？这是？妈！哎呦我的妈！酱肘子。哎呀，我吃酱肘子，我吃酱肘子。我的。这些肉都是你的，我不跟你抢，不行吗？嗯。啊！等我吃完你再吃。人家吃啥都跟着抢，这次让他看着我吃。看他能不能忍得住，今天这红烧肉真是太香了，好久没吃到这么香的肉了，我先吃饱了再说。我得好好看着点我的红烧肉，不能让他偷吃了。最后一块我也不给他留，他就慢慢享用他的酱肘子吧，太香了，再来碗米线填填肚子，吃饱了看他表演。他好像有点等不及了，我得快点吃完。这腊八蒜真好吃哈。嗯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是山东腊八蒜，酸酸甜甜的，嚼着还脆脆的。现在价格打下来了，以前是9.99一包，现在9.99直接给咱发3包了，特别合适。像咱平时吃个面条啊，吃个包子饺子呀，吃个肉啊，吃点腊八蒜呢，咱解腻又下饭啊。趁着现在活动还在，你们也去囤2单吧。你吃完了，我能吃吗？你吃吧。嘿。
这不光是生的，这也不是酱肘子呀，你一天定酱吗？嗯，酱肘子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大包子、哦！我吃包子，我吃包子。哎，你吃这个，五个鸡蛋呢？鸡蛋你都不吃了？不是不是，我吃包子。吃啥都跟人家抢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，我先吃饱了再说。今天就好好给你上一课。这大包子真带劲，我做的大包子那是相当带劲，你就好好欣赏吧。这腊八蒜真好吃啊！嗯，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腊八蒜呢，是酸甜爽口、解腻又下饭的。现在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，以前呢是9.9发一包，现在9.9直接给咱发三包了。趁着现在活动还在，你们也去囤两单吧。嗯。啊！这啥呀？这是啊！一个人。妈，你先吃。老公，别长的，你先吃。哎呀，吃饭咋不叫我呢？哎呀妈，这菜这么硬，这整点大米饭多香啊！这饼你就吃吧，又软又筋道。嗯，哎，媳妇，别说哎，这饼还挺软和，你这最近手艺见长啊。我哪会烙啊，都不够糊糊面的。我买的现成的烙花出名，这你看的配料表哈，贼干净，直接上屉一蒸就行了，老方便了。呀，那在哪能买着啊，媳妇？在我视频链接就能买，现在还老合适了，发6袋呢。哎呀妈呀，那我赶紧去墙里拿去。都是粗粮，妈你先吃。老公，嗯，你别叫了，你先吃。吃饭了，不叫我，这啥冻梨呀？
那吃饭点不吃饭吃冻梨，软糯香甜的，老好吃了。呀，这是啥？媳妇没吃过，真好吃。哎，媳妇，这太好吃了，这是啥呀？没吃过。这叫粗粮粘豆包，你看它里面的配料表哈，贼干净，还是这种独立包装，吃几个热几个，贼方便。嗯，而且还是低脂的，你可以多吃点。哎呀妈，太好了，在哪能买呀？在我视频链接就有卖，以前发14个，现在发16个，哎呀，合适了。那更得开上单了。嗯，滚！这也太干巴了，哎，等饮料喝去。哦，来吃饭。哎，来了。喝啥呀？饮料。哎，吃饱了。这是啥蒜呢？这么绿，怪好吃的呢。这叫腊八蒜，酸酸甜甜的，嚼的还脆脆的。我要知道有它，我就不喝饮料了，还挺水上的。让你吃个大鱼大肉啊，吃个面条，吃个水饺，配点腊八蒜，又解腻又下饭。啊，这也挺贵吧？不贵，现在活动来了，以前9.99一包，现在9.99给三包。啊，滚！这么划算？当然了。那我赶紧去存两单去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这鸡爪可烂乎了，你先吃。老公，别叫他，你看不够吃了。我就闻着有肉味。哎呀，这咋炖的鸡爪呢？那能炖烂乎吗？自己整啊？这烂乎鸡爪你就吃吧，等你没牙的时候也能吃。哇，嗯，咋这么烂乎呢？媳妇儿，你咋做的啊？这我哪会做呀？今天吃的是18种辣火辣鸡爪，半火熬制8个小时，软烂入味，一咬吞骨。你看它里面的配料还贼干净啊！你看里面这个辣酱啊，是朝鲜族风味辣酱，贼好吃。你就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都贼香啊！我觉得哪来的味道呢？我还那么熟悉。啊，原来是他呀！我在朝鲜族饭店总吃这辣酱。现在咱不用去延边，也能吃到正宗的胡辣鸡爪。嗯，嗯，太辣乎了。妈，你先吃。老公，别找我的，你先吃。嗯。闻着味儿了，我就来了。这是啥呀？哎呀，就是咸菜配粥啊，馒头。这咸菜你就吃吧，清脆爽口的，老好吃了。好吃啊，媳妇儿，这是啥咸菜啊？真好吃。它是湖南风味的一款小咸菜，嚼着嘎嘣脆，然后还不怎么辣，孩子也能吃。配个粥，来点小咸菜，嗯，真香。你看人家的盖子设计啊，带个开口器，翻过来一旋转就打得开，特别方便。媳妇儿，这在哪能买着啊？在我视频链接就能买。哦，下雪了，天怪冷的，咱吃点热乎的重庆小面。来，你先吃。老公，你先趁热吃，别管他。我这闻着麻辣的味道，我就来了。这点的外卖呢？真香！哎呀，媳妇儿，这个重庆小面的味儿确实是挺霸菜，但是咱以后能不能不再点外卖啊？会过日子点啊！我这可不是外卖，你点外卖够我买一箱的，这一箱不到20块钱。而且面饼是非油炸的，面香爽滑，汤汁浓郁，吃上一口麻辣鲜香，是不是好吃？好吃啊！这一口是135克，一个面饼4包调料，开水泡几分钟就能吃，真方便。